所以一个月都没有上传新的影片，都没有什么特别更新我的 IGFB。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这边已经一个月都在珍惜我跟家人的时间，我都没有更新任何东西，我都没有在剪片，我都没有在拍影片。What's up, Mi Fun？ 今天就是要跟你们分享我一个月为什么都没有上传新的影片，还有一个月应该是我 YouTube 七年中最久都没有更新。我要离职 YouTube 吗？并没有，我回美国了。Okay guys, I'm home. I am home. This is my doorstep. And right here, look at this. Yes, see that? Those are the mountains. Yes, guys. I'm home. I'm finally home.所以一个月都没有上传新的影片，都没有什么特别更新我的 IGFB。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这边已经一个月都在珍惜我跟家人的时间。Look in the can, three chipmunks down in the bottom of it, all stuck, couldn't climb back out. 大概四年前，我们又来到我的故乡，我们回家了。但是在这边快一个礼拜，疫情就来了，我们要赶快回去台湾。所以其实大概六年的时间都没有回到我的故乡，真正的去体验，真正的去过我之前的生活。所以呢，一个月过的时间，我原来有很多计划，去拍这个，去做那个，跟你们分享什么，我都没有更新任何东西，我都没有在剪片，我都没有在拍影片。I'm home, like it feels so good. 我昨天晚上我跟我妈妈说，已经在这边一个月，感觉好像我没有离开过美国，我已经回到我正常的生活，我已经回到我最爱吃的东西，已经 ，Oh my gosh， 我就无法说明我现在的感觉。And my gosh， that thing is huge. Come here, camera. That's a C-130. 其实我已经拍了一些影片，还有我计划。我在美国剩下的30天拍很多影片跟你们分享，所以呢，我最想要能够拍这个影片，可以问你们一下，你们最想要看什么样的影片，什么样的体验，什么样的美食？我已经在我的 FB 还有 IG 询问大家的建议。Holy crap, dude, he's just chilling, man. I'm on my doorstep, and I'm happy. And 这边我每天也在骑我脚踏车。我每一天都在跟我妈妈、姐姐，其实我有四个姐姐、三个哥哥。我就发现过了一个月没有跟你们真正的分享影片，有一种空的感觉，要再次跟你们讲话之类的，所以决定要拍这个影片，让你们知道我现在一切好好。我最近在新闻有看到高雄，看到台湾的台风的一些事情，我希望大家都是安全。So yes, just hoping everyone is okay and safe.Some other sort of business, 搭个大扫来台湾系列。我其实已经剪了三个影片，还没 po， 因为我太忙了做封面，太忙了做标题。So， 希望我这几天其实会有一些时间可以开始准备，可以回到原来上传影片的行程。请大家不要忘记我，我还是在，我还会在，我永远会在。目前就是在美国的犹他州这个比较中西部的地方。还有我飞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边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沙漠。Oh my gosh， 什么绿色都没有。Otherwise, guys, I'm super excited to share this new American series with you. Now, once again， 这个不是正式的预告，就是我随便要跟你们分享一些画面。好，这个影片都是短短的，就是要跟你们说我还活着，我还 OK， 还有后续可以回到原来的样子。每个礼拜都跟你们分享我的 vlog， 我的生活。台湾、美国，全部一切都要跟你们分享。Okay, guys, I think you all know what to say. 喝一杯，快乐一杯，米浆万岁。